疼！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！说吧，堂主，咱们都三天没开工了，还赚不赚钱了？跟你有关系吗？嘿嘿。啊！陈玉文和杀进来了！什么？快走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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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公主的气息！堂主，没有救！堂主，修为呢？一定是塔儿出事了，我们姐妹痛感相通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这背影好像你啊！还有这松柏枝，不是那夜之后你送给神君？你在哪儿寻的此画的？是何人所画？他人又在何处啊？作画之人，名唤文人，是位画师。开了间缤纷馆做书画生意，不过今日未在店中。店中小二说，按照惯例，明日会在玲珑山作画。好。没想到啊，这第三位还是个翩翩公子。哎，嫂嫂，你快上前与神师见面吧。看看他，这画技高超，面容精致，想必啊。对这女子的容貌也是十分在意。你叔叔，我这脸上还有伤呢，要不然等着伤好了，我先打扮一番再去见一步啊。走走走。